一二三，一二三十医疗人文摄影展正式开幕，花莲慈济医院与大家分享感动的画面。透过镜头哈，跟大家哈来留影，来呈现他那一份爱的那一面。在花莲慈院当了30年的慈济志工颜惠美，带着来自非洲的菩萨到老人之家服务，看着非洲志工与长者间互动，心灵的交汇让他很感动，笑得嘴不合不拢。我想这一刻是最美的哈，心灵的交汇，所以我赶快把这个手机拿起来就按了一下，因为现在苦难的人太多，我已经把奖金捐出去了，因为这第一笔赚到的奖金一定要去做好事。担任慈济东区仁医会总干事的林永森，跟着仁医义诊东奔西跑，拍下医师对孩子温暖亲切的抚慰。牙科的医生哦，把自己的这个隔离衣给先脱掉，跪在地上抱着这个小孩，轻轻的在耳边一直讲话，大概讲了有5分钟左右，现场那个感动其实会一直在脑海里。52张照片由花莲慈院同仁及志工记录病房内外动人的瞬间，传递更多爱的能量。大爱新闻江嘉瑜的敏仪花莲报道。